你确定用这本练习册就能把小熊带回来？嗯。要不我还是跟你一起去吧。放心吧。那你一定把小熊带回来。成不成啊，爸爸？不成。嗯，把这个带上。好。路上喝啊。啊。嗯。你把店看好了啊。嗯。三天就回来。路上小心一点。好。你到了跟我说一声。哎。干活。欢迎下次光临。站住！不许乱动啊！小熊孩子，过来，站好了。肚子饿了？爸妈呢？都怪你掉了，不能吃了。我说你好凶啊！你偷我们家蛋挞，你还好意思怪我凶？我没有偷。你没有偷，我看到了。熊熊熊说让我过几天再来结账就行。我爸这生意做得这么随意啊？都怪你凶巴巴的。我凶？我什么时候凶你了？阿姨，你这么凶肯定没有男朋友吧？谁说的？谁说我没有男朋友了？我男朋友可是个大帅哥，好吗？咦，站住别动。奶奶，拿着。我们家蛋挞很好吃吗？我看你来了好几天了。不是我吃，是我妈妈想吃。那你妈妈呢？怎么让你自己过来啊？她生病了，在医院里。她说吃了你们家的蛋挞就不那么疼了。等我一下。喂，多给你买一只小熊熊，下次来要记得叫姐姐，知道吗？谢谢姐姐。臭小子，还害我要扫地。喂，爸爸，哎，你到工厂了吗？没有什么大事儿，就是家里的蛋挞。你怎么知道我都给那个小男孩了？真不愧是亲爸爸。啊，那你快把你的独家秘方告诉我吧，要不然他明天来我都没东西给他了。嗯，好，你等一下。等一下啊，爸爸。你说。嗯，牛奶。
I stop and go all the way with drifting water. The moment before leaving, I just falter with them.应该没有问题了，小叔。嗯，严科，嗯，我好想你啊。 你知道吗？我最近跟我爸爸学了好多种面包的做法。我想啊，就算我练不了标枪，那么我可以去美国开个面包店啊。而且我最近还在学英语，我知道我底子不太好，但是我努努力肯定可以的。到时候我就可以跟你一起去美国了，开不开心？所以，你做了那么多，只是为了要跟我去美国？是啊。 你到底在想什么东西啊？去美国对我来说根本就不重要啊。对我来说重要的只有你而已。可是你总是这样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，现在也是，高中的时候也是这样。你怎么了？还记得你答应过我吗？你说要来听我弹琴，结果我没有找到你的人，只找到这个。 这是你的唐河，他一路陪伴我到现在。原本我以为上大学的时候这一切都会结束，可是结果你又出现了。不知道该说什么，都已经做了这么多了，怎么还这么迟钝？ 从很早很早之前就开始喜欢你了，我们两个经历了这么多才走到现在这一步。你觉得我会为了去美国放弃我们的一切吗？还是你觉得我会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抛下你一个人就这样走？还是对你来说，我是一个没有办法分担一切的人？不是。 你从这么早就开始喜欢我了，你别生气嘛，你写在这上面，我真的没有想到。我这样表达还不够明显吗？谁会想到这上面有啊？我真不知道吗？你别生气好不好？嗯。人海之间。 是你我交错的眼，梦中相见，露现出你容颜，相遇之前，那混乱不安的惊险，与你可能画面，在这样够明显了吗？不高。 天亮以前，有一闪而过的誓言，一起走过的瞬间。
等待再破晓时再见。嗯，怎么了？糟了，我好像想要什么样的？这种不错。多来点吧。你说这个真的有用吗？我听说好像应该是心理作用之类的。是吗？嗯。我怎么感觉好像还挺管用的？那就好。怎么？哎，又来了又来了。痛？嗯。严重吗？嗯。严重的话要不要去医院啊？我不想去。那怎么办？那你亲亲我好不好？累了吗？嗯，没有。那你爱我怎么办？嗯，嗯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痛了。不痛了。嗯。真是的。嗯。最后一个吧。嗯。喂，妈。喂，可可。我爸，他还在生气吧？你不用担心，你先处理好你自己的事情吧。对了，你找到小熊了吗？嗯，他没事了。哦，你爸那里你就放心吧。你就好好陪小熊吧。妈，你会对我失望吗？你是我的宝贝儿子，不管你做什么，妈妈都会全力支持你的。再说了，我儿子这么帅，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，偏偏要靠才华，是不是？晚上有时间吗？一起吃个饭。没空，我还有活呢。那天是我不好，我说话太着急了。没事儿，我都忘了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客户应该快来了，你忙你的去吧。现在业务那么繁忙了，丁老师。哎，要不要白老板帮你搭把手啊？白老板真是随心啊，不去外拍，不去约会，有空在这儿关怀员工呢。好了嘛，不要生气了，生气了不好看了。嗯，一边待着去，烦人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打扰你们了。没事，您说。就是之前订的男模特临时有事来不了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我这批衣服下个月要上新呀。那你联系之前替补模特了吗？联系了，也没时间。哎，这位小帅哥是您助理吧？
哦，他是我老板。哟，老板，没想到你老板这么帅，这么有气质。哎，看您这身形，挺适合我家衣服的。要不您出马给帮个忙？我们老板他很忙的。没问题啊，可以啊。那太好了，哎，谢谢谢谢啊，我这就去准备。麻烦你了。说吧，什么条件？你怎么这么了解我？哎，答应我不能再生气了。太合适了，白老板，你天生就是干这行的呀？不讲了。我们开始吧。行。白老板，您就多看看镜头，多放放电。哎，您放心，还专业着呢。我来修吧，你休息。行。哎，你那么弄，明天都弄不完。来，教你。看，你好，把鼠标呢从这边拖到这边，然后按快捷键 ，Shift Alt D， 懂了吗？金明，我刚才……哎，你没吃饭还能跑那么快？哎，走吧，吃饭去，饿死我了。为什么选这家餐厅啊？这家餐厅评分最高，距离最近。哦，你是说情侣主题啊？那要不咱们换一家？算了，就这家吧。不是说好不跟他联系了吗？怎么又有他的信息？我这次真的是工作呀。工作会用这种语气说话？他答应过我的事情做不到的话，我们分手好了。你笑什么？你猜他们为什么吵架？为什么？这你都不知道？没跟你女朋友吵过架吧？我就只有热恋和分手。别的都不重要，谈不了下一个呗。宝贝儿，你别每次都这样闹好吧？闹，我才闹，你根本就不在乎我的感受。你看，好。
我昨晚给你打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？你知不知道我等你等了连晚饭都没有吃？我昨天在跟队友组队吃鸡，没看手机。我没吃晚饭，你连问都不问，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游戏。游戏那么有意思，你去跟游戏谈恋爱好了。我错了还不行吗？你错了，你错哪儿了？一天到晚就只会装模作样的道歉。那你还要我怎么样？你还问我要你怎么办？你自己想，想不到我们就分手。厉害了，丁老师。哎，不过你说他们俩不会真的分手吧？不好说。就算是和好了，也会再次陷入到这种吵架的死循环。会吗？你以为这个女生为什么要跟男生吵架？难道真的只是因为男生打游戏没空理她？不然呢？这件事情只是由头，本质上是女生想要得到男生更多的关心，而男生却只想要有更多的个人空间，这才是他们本质上的不合。哎，那我跟你说，谈恋爱呢，有时候啊就得糊涂一下，你这样太清醒了，不容易找男朋友。追我的人多着呢，用不着你操心。哎呦，哎，合着你把我叫来就是来当苦力的呀？小白，我来啦！哇，小白乖乖哦！哎呀，你怎么那么脏啊？是不是小偷又带你去翻垃圾桶了？嗯嗯，小雨，你看小雨，怎么往那边去了？哎，还是小白。你等会儿，这只叫小白，嗯，这个叫小雨，对啊，那这只就叫小泽了。可这只三只猫是我的分身啊。少来，猫可比你可爱多了。小白，小白，来，小雨，过来。哎，呀，小雨乖乖。小雨，小老弟，看我。哎，你别说，他还真有点我的帅气。嗯，什么啊？人家是母猫。哦，他是母猫啊。嗯。还是小白最乖。哎，他脾气还真有点像你。什么？妮妮抱着可乖乖了，嗯，小白乖乖，小白乖乖，小白。偷拍我？谁拍你？我拍猫呢。我拍他。给你看啊，看你白眼翻的。白眼子。你看这张。你给我删掉。快点。不删。快点，不然我是小白咬你，你快点。糟了糟了，这跟明教练打配合那小王啊，刚给我打完电话，他说临时有事他来不了了。那明教练课怎么办？是啊，这女子防身术没人饰演色狼，他也没法上课呀、啊、这个。哎，你可别看我啊，我可上不了，这明教练太厉害，这么多肢体接触，我害怕。肢体接触有很多。当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，发现有人跟着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小心了。我们要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利用身上带着的手机或者小镜子等反光物，查看一下身后人的体貌特征。如果发现你走了几条街之后，这个人还跟着你，那我们就要做好防范准备了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，教练？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就请到齐教练来配合，教大家几个防御的动作。齐教练，哦，配合配合，一定配合。好，来，从后面抱着我。谢谢。不太好吧？
你现在饰演的是色狼，快点。报警一点。好。看仔细哦。放心啊，我不会真的打你。刚才呢，我给大家示范的是后抱，现在要示范一下前抱。来，正面抱住。来，当我们被敌人从正面抱住的时候，一定要快，很准。哦，好，这个动作呢非常的危险，千万不要对自己的朋友做，因为特别容易耳膜穿孔。啊？你们说什么？今天谢啦。谢什么呀？当模特，帮我 P 图，请我吃饭，喂猫，还有让我不那么尴尬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睡觉的样子，很多女孩看了是把持不住的。少来，刚夸你几句你就找不着北了。我只是希望你回忆起我们的时候，都是这些美好的时刻，那些不好的都忘了吧。你怎么不走了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对于得不到的人来说，回忆越美好，就越苦涩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把这些美好的回忆都忘了。你不是走了吗？我刚刚想了一下，你说的都对，但我觉得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，现在开心不就行了？雨下大了，咱们走吧。下雨天了怎么办？我好想你。下阵雨真想你，下暴雨暴想你，下着下着出太阳太想你。哎，明佳丽，下雨了，我送你回家吧。啊，不用了，学校不远。我看你都没带伞，你看。嗯，哦，谢谢啊。不愧是我喜欢的风一样的女子。快快快，哇，好了好了，香啊，尝一下，看看跟上次的比哪个好吃。烫烫烫，吃吃。好，可以吃了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好吃。来再来一个，再来。哎呦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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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下。
不可以。不是要给我的？当然不是。为什么？你拍二，我拍二，两个小孩生下来。一个了没有呀？嗯，乐乐，你妈妈给你蛋挞吃，这个蛋挞特别的好吃，你闻一闻，闻一闻，香吧？嗯，吃吧，慢点吃。好可爱呀、啊！我好羡慕他。为什么？他拿一个蛋挞就可以跟妈妈撒娇。哎，你再想想我跟我爸，除了斗嘴就是斗嘴，好像从来都没跟他撒过娇啊，而且我也不会跟他撒娇。无所谓吧，我觉得每个父母跟每一对子女都没有一个规定的相处模式，重点是你跟叔叔倒是开心还有舒服的话，撒不撒娇也就无所谓了。你说我这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性格会不会跟我从小没有妈妈，然后也没有人告诉我该怎么样去做一个讨人喜欢的姑娘，所以那我反而会觉得你还挺厉害的，因为你自学成才呀。那个阿姨，姐姐，谢谢你，你终于肯叫我姐姐了。那你以后还想不想吃蛋挞？想。那你想吃蛋挞，跟姐姐说好不好？嗯。姐姐做给你哈，这个拿着。你就是姐姐的那个很帅很帅的男朋友吗？嗯，是我。哼，还没有我帅吗？你再讲一次。这是情敌吗？嗯，也许是呢。邱云凡，我跟你聊聊，过来，过来。真吃醋啦？一五后，小孩子你吃什么醋啊？一五后怎么了？一五后也是异性。哎呦，好了，我以后只拉你一个异性的手，好不好？嗯，好不好吗？好了好了，哎，你觉得我以后做点什么好？小熊，嗯，不管你以后做什么，我都会支持你的。可是有一件事情，我要你答应我。什么呀？以后千万别再不辞而别了，可以吗？不辞而别？我没有不辞而别啊，严哥，对不起，因为我你还一直在犹豫着要不要去想去的音乐学院，我不想成为你的累赘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，想回家一趟。这段时间呢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只是想一个人找寻一下，我除了扔标枪还能干点什么别的。你等我回来哦。所以，你不知道那个玩偶不能录那么久吗？所以你后面我说的话你都没有听见啊？哎，那手机为什么是关机的？因为我不想接教练电话啊。哎呀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是吗？是。哎呦，你哼！我不相信。不相信吗？严克，你放弃这次机会不会后悔吗？不会。自从遇到你，我就从来没有后悔过。唐老师，我不想转学，我想留在咱们学院。
我偶尔会想象，如果严苛真的出国了，或我真的成了标枪运动员，我们会变成怎样呢？或许我们会渐行渐远，又或许我们还是会在某个路口重逢。其实生活本就是由无数个选择组成的，每一个选择都会通往不同的路。儿子，你真的做了决定，不后悔吗？我已经做出了一个不会让自己后悔的决定了。虽然偶尔会幻想另一条路会有什么不一样的风景，但那些都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爱和梦想会告诉你路在哪里。Okay, punk.